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的。这一次的天下第五刀会已经达成2300万分，把这只特兰克斯给带回家了，哎，非常棒。而且这只特兰克斯本身的能力也还算不错了，虽然说五刀会的卡是偏稍微弱一点，不过都是 OK 用的。目前就是打到第二天的排位还好，5857名，希望可以排进5000名啊，这样的话可以开到三路这只特兰克斯，2300万分。稍微把这个特兰克斯领出来，看一下的能力。OK， 不过现在的网线有点慢。知足。OK， 漂亮，帅哥特兰克斯，长发飘飘。能力还算不错啦，中确立的气节，大部分的五道大会卡都是这个能力。不过重点还是他的这个被动，自身攻防70% up， 然后体气转红气，再来敌人的攻击中确立回避，最后这一点是我最欣赏的啦。剧场版 hero 类别的我方全员7D 加2，攻击 20% up， 再来 defense 10% up， 算是比较少有的剧场版 hero 的辅助角色。未来等他 Lokan 觉醒之后，这个辅助能力应该是会去到攻防都加30%了，算是可以用的等级。然后本身的能力来说又有中确立回避嘛，到时候可能会给他改高一点，或者就是自身的能力爬速高一点，这样子能耐打就 OK 了。然后辅助，毕竟辅助角色只要能耐打就好了嘛。我是蛮欣赏这一支的了，哈哈，不错不错。Yes， 干了一整天了，果然最干的活动就是这个武道会了，太累了。然后每次武道会都用了同一个队伍，超无聊的。可是这个嘛，对我的个人来说，效率是比较高了。要从排位赢，就只能就是吃龙石，不断的滑体力了。一如既往无聊的队伍。三只全体攻击角色，再加上好友的四只，剩下的辅助加气，然后两只音讯角色，全体音讯可以省一点刀气啊。如果要组全部 L 奥的战队的话，也不是不行啊，只是问题就是下面的道具安排会很麻烦，就是，毕竟各个属性不一样，在这边要完全。把那个气力给安排出来是我个人是觉得还蛮麻烦的。一二三四，开一个神经树的果实，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就一排过去没有打不赢的队伍。基本上用这个隶属布罗利 LL 布罗利爽的点就是在连发二连击啊，不管你怎么长的血量，就算被克数，他都有办法把他给 K 过去，就是轻松过关，这种高效率的方式了。如果是要拼高分，当然就只能所有的 L out 摆进去，比较容易遇到全 L out 的队伍，这样的话分数也会拿到比较高一些了。虽然说单场。拿到的分数多出来的不多了，但是累积很多场过后，那个分数是蛮可观的差距啊。不过我就没有冲进前面的那个理想了，所以就当做嫌疑在后面就好了。快速的打过去啊！这次感觉参加的人数好像没有很多。OK， 好，大家可以过去一下那个 glass 那边 check 一下，就大概知道剩下有多少人在打了。不过昨晚啊，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，稍微瞄了一下，好像才十几万人在那打罢了，没有前几次这么多。像五周年的那个武道大会就夸张，那时候我记得。
数量好像去到四五十万还是六十万个人在打，那个排名真的是抢到够力啊！前面要打进一万名都有一点困难，像现在这种分数，应该是很难进到前面的排名。来决赛，然后最近其实免费角色全体攻击角都蛮强的。越来越多墙角了，欸，在这边这些金色的觉醒道具可以拿，稍微拿一拿，都是那个武道大会的那个武。相当有用，花一点时间去给它捡上来就好了。没有宿鼠 OK 了，第二只布罗利开不到招也无所谓了，反正就靠一只布罗利就可以打得穿了，毕竟属性没有相克。哦，这一次我突然才可能看到我还开着那个暗色，没有发现，因为毕竟这个武道大会重复打的那个太高了，所以用这个必杀的时候荧幕变暗会对眼睛会比较好一点，啊，比较舒服。我之前一直开着亮光，哇，打到眼睛超不舒服了，后来把改成这个暗色过后，不但稍微更省电一点，还对眼睛更好，能够持续的打更久。现在才刚刚发现到这一点，眼睛习惯过后就特别的舒服了。可是如果是平时打完这个武道大会，大概率还是要改回去了，毕竟看他们开必杀当然是要很舒服的。哦，突然间就变到那么多人了，一二三十万二十，差不多二十七八万人正在打了，上面有显示数量的，再加上下面的应该三十万人是有的啦。果然穷族还是非常猛的，游玩的人数还是非常多，哎，不过这一次就继续努力了，希望能打进五千名内。话说我的这个 Loka 的这个排名一堆大神啊，上面，而且，哎，数字网的大大，哎，他在这边，他没有在干，是吗 ？Loka 是，哦，不是，好像不是，哎，好像只是名字相同罢了，并不是他。Loka 是，他是 Loka 干的，哎，前面这个是超级大佬。已经一亿三千万分了，神经病！一亿三千万分是，应该也是非常哦。第三十七位，我这边的头第一名，根本就没有机会冲上去了，所以就算了。能把自己的排位打进自己想要的理想排位就算了，五千名内。五千名内有两张吧，没记错的话，哎啊，两张特兰克斯，这样就可以开两路。哎没有哦，五千名内是三张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可以开三路。当然最好是可以进到这个两千名内了，有四张特兰克斯直接开满。然后这张特兰克斯要练技也非常简单，那个顶上对决的特兰克斯就可以了。OK 了，继续努力了。有想要拼天下第五道会的就稍微多努力一点吧。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马达呢。